中秋节啊，那么在这里呢，也祝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中秋节快乐！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河南省嵩山少林寺武术馆观看功夫表演。希望今天弟子们的精彩演出，能够让你感受到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，让您满意而归。首先，我们的少林弟子将为大家展示少林集体拳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
守望月。拜佛前夫。